孤独的我想离开这生活，怎能把脆弱当作是终结果，伤感的意曲终人是我，无法去触摸，只有散场的落寞。有谁能告诉我，你是否爱过我？也许这是结果，却为何如此的冷漠？你是否爱过我？你是否还执着？心痛的感觉蔓延我的。